诶，大家好，我系茶壶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就即系特别啲咁啊，就好耐冇拍过片啦。咁我想有啲玩啲新嘢，咁就发现咧有只 game 叫做 Katawa Shoujo。我唔知读得啱唔啱，Katawa Shoujo 定系 Shoujo？你哋有啲识日文嘅观众可以纠正我啦。佢字面嘅翻译咧就系残疾少女，嗱我而家就照睇住 Wiki 嚟讲嘅啫。咁佢系一款视觉小说类型嘅同人美少女游戏。美少女游戏即系点？即系我应该读到好多靓女啦，系嘛？即系好多我就系知道系动画、漫画嗰种形式咯，视觉小说。OK，同人即系点啊？即系同一个人做噶，即系点啊？唔明。佢系由四叶游戏工作室，哦撞到，开发制作。咁啊，你听四叶游戏工作室都知劲啊！有啲似咧，有我哋Minecraft 拾荒界咁样，其中有啲唔知咩咩工作室咁样嗰啲咧，有四叶游戏工作室。OK，唔错。咁佢系佢年龄限制咧，系一个18禁游戏嚟嘅，完全版就系、是。咁我哋今日咧就玩第一章，咁佢写住第一章咧就15岁以上都玩得嘅。咁啊，因为我好惊，冇理由喺 YouTube 度玩啲有无啦有啲咁嘅情节出现噶嘛。可能你哋中意睇，但系冇理由玩啲咁嘅嘢。咁啊，系咯，所以咁啊，今日我哋就玩第一章。咁啊，第一章咧喺2009年我做咗少少 research 嘅，就有少少 research 嘅。咁咧，佢就2009年嗰阵时有间游戏公司叫 Game FAQ，好似定 FAQ Games，唔知系乜。有间公司咧，佢就评呢个游戏咧做佢哋当年10大嘅游戏之一，咁样好似头3位添嘅，好鬼劲嘅。咁啊，呢个我谂呢个唔算算唔算系列咧？可能一个好短嘅系列啦，希望唔会断尾咧。我而家都唔想断尾啊！任何游戏即系 Mario 嗰啲，我都唔想断尾。其实我谂住迟啲再玩翻，但系点解会选择呢一个嚟玩咧？因为比较呢、这个听讲系比较一个轻松啲嘅游戏咁啊，系咯，我想转试下啦，试下啦，好唔好？试下啦，咁啊，开波啦，哇！咁佢咁啱得咁巧咧，我就搵呢个游戏嗰阵时咧，咁冇事，弹开先。佢就有 Mac 版啊，咁所以咧我就都好开心下，系咯。咁然后佢第一章咧系有繁体中文嘅翻译，咁啊，所以系咯，我转咗之前，嗱佢有呢啲啦，英文 Dutch、法唔识读，Magyar、Italiano。日本语，日本乜鬼嘢啊？日本语啊，Jiku，Shaku，简体中文，繁体中文。我谂应该系台湾人整嘅，香港唔知有冇咧，通常都系台湾嘅。饮杯水先。咁啊，系咯，佢就有个 Mac 版，咁好开心，就想试下。咁啊，比较呢、这个系一个比较轻松啲嘅一个系列咧。我都其实，哎，我要开始计时等阵先啊。我谂半个钟啊，半个钟好唔好啊？差唔多啦。我系要睇，即系起码睇到我玩咗几耐啦。冇理由最后可能只 game 太好玩咁样，玩咗成几个钟，落咗几个钟咁样，冇理由噶嘛，系咪？咁啊，开始。哦，冰天雪地。哇，好冻啊，好冻！一阵微风吹过，我惊有啲中文字咧，可能唔识嘅。佢因为我睇过人哋玩英文版咧，英文版佢啲中文英有啲英文字系好深嘅。咁嗰啲我都有阵时要查字典，我先明。干枯啊！吓死啦！我有啲字咧，可能读唔到啊。的树枝有如风铃般哇哇作响。我可能系你见到我个样我系嘛？我应该喺左下角。系咯，左下角。咁啊，因为我知道呢个系一个小说咁样，有啲人唔中意睇噶嘛，
有啲人冇咁興趣，冇咁有興趣，會悶咁啊！希望有個樣喺度，有啲嘢睇下咯，可以咁講。因為佢大部分都係呢啲公仔嚟嘅啫，即係係咯，公仔同埋哇，好聽嘅啲音樂，有如風鈴般哇哇作響。這裡是夏天情侶們幽會的聖地，大佬雪冬天嚟嘅呢度，夏天茂盛的落葉。林为情侣们准备了华美的、咁得意嘅的绿帘，使双双对对远离老师和同学们的视线。OK， 幽会呢个字好似有啲怪怪地，但系而家正值深冬时分，这里让我感到自己站在一堆孤叶下面。我应该用文言定系即系应该用书面语啊？唔系叫文言啊，书面语定系白话咧？哇，那个咩字嚟噶？一讲白话就唔识读，我唔知乜嘢起手，不断地哈气，手掌同时劲使劲猜着，以防被冻僵。哎，死啦，肯定俾人笑死，我啲字都唔识。我到底还要在这里等多久啊？字条上白话明唔明？字条上明明写住系下午四点钟噶，我搞错仲未嚟？边个约我啊？想翻起嗰张字条，系有人趁我唔在意嘅时候夹咗喺我数学嘅课本入边。讲起嚟呢种老土嘅做法，其实我更加中意喺储物柜入边揾到情书嘅感觉。储物柜，大家有冇储物柜喺学校？我以前学校有，而家都冇啦，因为有自己一间房咁，就使鬼储物柜咩？不过咧，咁样咧，就起码咧都稍微显示出对方嘅主动性哦。但系对方好主动，哦，系咪有人向我告白啊？好似系有人向我告白喎。哦，我叫咩名啊？唔记得主角叫咩名。就喺我推测呢张字条嘅意义嘅时候，个雪慢慢大起来，雪花从白天嘅唔知天唔知乜鬼嘢的天唔知乜嘢啊，天哇好我。哇，学到好多字喎 ，feel 到，使唔使攞个字典出嚟查下啲字？冇，我点查咧？我要打，我唔识打呢个字。无声的飘落，在这个静止的世界上，标志着时间的流逝。我觉得唔应该系我去玩呢只 game 咯，应该一个中文底好过我嘅人玩。片片雪花，片片雪花，缓缓地落在冰封的树林中。似乎令到时间一脚步慢慢变得唔知啦，哎呀，嗰两个字死啦，哎呀，嚓，听到啲声，干雪上稳稳的脚步啊，我识呢个字啊，读到应该啱啩，的脚步声打破了，哎呀，你是但啫，总之好静啦 ，OK， 我不禁吃了一惊，一个人影从身后向我走出来，走过来。向我走过嚟，嘿，九夫，你来了咁核突，呢个名九夫，佢语气有少少话犹豫啊，略带犹豫，我几乎听不清他的话，好似好怪，用书面语，我差啲听唔到佢讲嘅嘢啊，但系我马上就认出呢把声嘅主人，我感到我心跳停咗一下。哦，咁啊，弊家伙啦！呢个声音我听过何止几千次、千百次，但系从来都系同佢倾下偈嗰阵时，不自觉咁偷听咗。咁但系同佢倾偈嗰阵时，咪听过佢把声咯？点样不自觉咁偷听咗嘢？你同人倾偈，你唔系就咁听嘅咩？你好是但啦，点偷听佢讲？即系你同人，我同你倾偈，我原来我偷听你讲嘢。我转过身来，面对这个不知道几多次在我梦入边兜兜转转的声音，我唔识点样烦扰啊，系咪个烦字？心跳开始加速。哦，呢个系我嚟噶，咁瘦嘅，冇理由噶噃。哇，岩如子，有人放开张字条喺我度见面，系咪你啊？哎呀死了，整个下午搞尽脑汁，找到一个好的开场白，
点知个口入边就弹咗呢嚿咁嘅嘢出嚟，真系可悲。啊，系啊，我使唔使扮女仔先？啊，系啊，我拜托人哋咧将呢张纸俾你噶，你攞到就太好啦。嗯，我都系唔去唔到。啊，全家你呢个啲啊，眼前嗰张咁样收劫。卻洋溢着幸福的笑臉，令到我緊張到全身都崩曬，緊崩，好緊張啊！我，卜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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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心臟熱烈地鼓動着，似乎想自己跳出嚟咁樣擁抱嚇個心臟想跳出嚟，唔係自己啊。OK， 擁抱著眼前呢個女仔。OK， 咁啊，既然你都嚟咗啦。哎呀，咁，你既然你而家嚟咗啦，有啲似嗰啲边个呢个啊？米奇老鼠，唔记得咗佢叫咩？掌门人，掌门人。有寒风啊，我 skip 咗嗰啲，我 skip 咗我唔识嗰啲字咯。OK， 唔知咩寒风再次咧摇晃摇唔知乜嘢着，我唔识读嗰个字，但我知系嗰个意思咯。OK， 摇住嗰个树枝，唔中之树枝摇摆啦，好粗糙嘅摩擦声。在我此刻在我耳中都化作美妙的声乐音乐音乐音乐声乐岩鱼子，即是这个名字很奇怪。岩鱼子他就在寒风中柔弱地不知道什么来的起来。大家 get 到得了，大家 OK。封过后，他重新挺直了身体，似呢、這个呢只机，我觉得系应该抽本玩嘅，冇理由我玩嘅。佢呢啲中文底好叻过我，系嘛？佢同埋佢应该中意呢家嘢嘅呢味嘢嘅，似唔系啊？即系唔系咩呢味嘢？即系佢中意玩呢啲游戏。哦，讲到好似好变态咁，佢系中意玩呢一种游戏嘅。似乎有一种新的信心鼓舞着他，或者 Wallace 好似玩呢啲嘅，佢咦冇晒音乐嘅，去晒边啊？我哋互相对视，我哋心不在焉咁用手指，佢啊，唔系我，就喺度围绕住乌克嘅秀发嗰啲啊，嗰啲啊。此一刻，我焦急嘅心跳声越嚟越清澈，清澈，嚟得卜卜咯。我的喉咙开始闭塞、梗塞，即使尝试努力尝试，都讲唔到出一句说话。我讲，我话，我说，我想知道啊，呢个女仔嚟个岩鱼子，我想知道，我想知道，你可唔可以同我交往啊？哇，卜卜咯，我呆咁企咗喺度，全身僵硬。只有心脏热烈地鼓动，卜卜卜卜卜卜。我想回答佢，但系声带紧绷到快要撕裂。哇！如果有个女仔向我告白，我都唔知道，可能都会卜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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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样噶。狗夫，我未试过系喺冰天雪地底下俾人告白，我都想吓呢、這个滋味应该几得意，仲要系咁心脏跳，犀利喎！都会嘅系嘛，正常。我伸手想按摩下喉咙，成个手臂却发出，这个字我识嘅，唔识点读啊？折啊，针折般的痛感，系啦，按摩住。狗夫，狗夫，卜卜，我全身僵硬，两眼在恐惧中张大，仲按摩紧呀？佢咁样企喺度，然后同佢讲嘢，冇、哦，死咗啦！狗夫，狗夫。空床中鼓动的不知乜鬼嘢停顿，哦，空床中的鼓动，即系佢心跳停咗啊！我膝头再冇办法支撑身体的重量，哦，咁我都好重下嘅，我平时都唔系好支撑到嘅啫。周围嘅世界，光头的树冠，哇！总之我就晕咗咯。岩鱼子飞过嚟，一切嘅一切都堕入黑暗之中。在失去意识之前，我记得最后一件事就是岩鱼子的尖叫和头顶的树枝的哇哇声。做什么黑了？咦？哦，我在医院。滴滴
啊，咁仲未死咁得啦。哦，唔系，咁死咗点玩咧 ？Four Leaf Studio presents Katawa Shoujo Shoujo Shoujo。你哋一定要教我点样讲呢？头先啲中文字啊，啲日文啊，我都唔识讲。吓 ，miss 咗佢讲叫咩名添 ？Writing Anonymous Studio Around， 唔知哇，太快啦。Editing Kajami Lums 啊，听讲呢只 game 咧系由外国一个论坛叫 4chan 做嘅。4chan 嚟一个咩论坛？咁啊，我谂呢个好出名，我听过好多次嘅呢个名。咁啊，应该系一大作嚟嘅。如果唔系，点解可以讲到话咁犀利啫？即系我谂系佢免费嘅，免费嘅，大家可以自己 download 嚟试下玩咯。如果你想玩完全版，完全版就只系得英文。咁或者你如果你想的话，你可以喺睇外国。佢有陣時 YouTube 咧，佢好興有啲咩自己整嗰啲字幕噶嘛。雖然嗰啲字幕通常都九唔搭八。哦，醒啦醒啦，係嘛？醒啦醒啦，主角。自從嗰種心嗰次，哦，有心臟病嘅我哋主角有心臟病嘅，四個月嘅時間過去，係啊，主角有心臟病，我記得啦。整整四個月。我一只手就可以数清独自离开呢件呢间病房嘅次数，喺佢即系佢自己逃离病房啊！一个人无所事事，只可以胡思乱想嘅话，四个月确实系一个好长嘅时间，一段时间。所以我有足够时间嚟接受自己嘅现状，讲好多嘢，心率失常。英文系。Arithma 好似系点读，我唔记得咗系点读。Arithma， 心率失常，即系你个心脏啪啪啪，有阵时会好慢，有阵时好快咁样，心跳唔正常系咪？真系一个奇怪嘅词，一个外来陌生嘅词语词韵啊！你唔会想同呢个词扯上关系，嗰个系一种罕见嘅症状。会令到心脏无法按正常频率跳动，偶然会令到心跳过快，可能会致命添。好明显，我一直都有呢个毛病，但佢哋话我竟然，我竟然活咗咁耐都未试过发生呢个咁嘅问题，简直系奇迹。我唔想要啲咁嘅奇迹，反而呢个系奇迹咩？我谂呢个只不过令到我好过啲，令到我更加珍惜生命啫。但系我一啲都唔开心。我想我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受到的打击比我更加大，就好像他们大出血两次一样。大出血两次，大出血就是什么？就是失血过多两次，为什么要两次？一次不够啊，大出血很厉害的，真是银包啊。sorry， 银包就是用钱啊，大出血嘛。当时已经过了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成日的了，我有足够时间来消化发生的一切。对他来说他是没有想过的情况，他们甚至想卖了一层楼来赚我那些医疗费。不过现在没有完全治疗的方法，因为这个症状发现得比较迟，我必须待在外在医院里等待康复。当我刚住进医院时，我以为大家都会好挂住我。第一个礼拜，我个病房里边堆满咗鲜花、气球同卡片。但系好快嚟探病嘅人慢慢变少，慰问嘅礼物都系一段时间落后完全消失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最初能到得到那么多卡片同鲜花，系因为佢哋将慰问病情。当成一项班级活动，哦，即系老师啦，老师叫成班同学，喂，我哋一齐探我同学嘅病咁样，咁啊，哦，咁大家一齐做羊群效应，咁大家一齐做咯，即系冇心嘅，或者有啲人最初系担心我，但我冇办法相信，即使最初我冇几个人嚟探病，到我一个月底都得翻我父母会定期嚟睇我，通常都系咁噶啦。岩月子系最后一个停止探访，我咁起码啊，咁啱啦，佢中意你噶嘛，但系佢停止咗咁滞，永远冇见过你啦。之后阴公咯，六周之后我再冇见过佢，
但即使他们看我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说，我们都没有提过大风雪那件事。哦，阿宇子失去了机会，医院我不想住在医院里面，医生和护士给人的感觉很陌生很冰冷。哎呀，我感觉到有很多集，应不应该那我拍住一集先好吗？我估计他们 很忙，有很多病人在等他们，但他们给我的感觉超很不好，很不好。第一个月每次见到我的心脏科主治医生都问一问我几时才出院，不是每次我见到他都他做乜问我是我问他几时出院，他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过，只是叫我耐心等候，要观察疗程和手术的效果怎样。哦，是不是突然觉得心情突然沉重了，本来一个恋爱故事现在变成了看医生看医生游戏sorry， 我现在特别喜欢老蛋。我空虚地观察着胸前手术留下的伤疤，随着时间逐渐变化，似乎是某种预兆的一样。我没有放弃问主治医生关于出院的问题，但我已经不抱任何的期望，反而不会好像以前那么失落。他很轻轻地应付了我，起码还有一丝希望。从某天开始，我突然间不想再看这件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这台这么大佬我都不想看了，谁想看电视啊，所以都没打开过电视咯。你想想，只有两个台，只有两个台讲笑啫，我冇乜嘢，我不嬲都唔睇开电视，所以我对呢件事冇乜睇法，知唔知咩事？或者电视对我嚟讲唔系一种恰当嘅逃避方法？我开始读书，医院里边有个小型图书馆，其实好似个藏书室。我开始读里边，藏书室同图书馆有咩唔同啊？一个收埋啲书，一个摆啲书，咁有咩唔同？一次咧就系攞一小堆，读完之后翻去又攞翻换咗一堆。我觉得自己我在上面读书，甚至有些上瘾添。如果手上不拿着一本书，我就会觉得成身浑身不自在，不自在系咯，仔唔系。但系我好喜欢书入面讲嘅故事。嗰段时间我就系咁样过，日复一日，一日一日，一日过一日，时间逐渐变得模糊起来。每日的区别只是得手中的书和窗外的阴晴。我感到时间似乎已经停止了流动了，融化成一团，将我吞没在里面。有时一个礼拜过了去，我都浑然不觉。有时我将书放低，哇，这么久的，这么长的，才发现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。另外有些时候周围鲁莽闯入我的意识中，冲破我内心用冷漠建筑出来的壁垒，令到我痛苦。哇，真的看小说，好久没看过小说了。书中的纸会令到好像刀片那么锋利，又好像火般灼热，胸口的重量会变得难以承受。我不可以将书摆开一点休息一下，望着天花板好像想喊出来，真的喊出来，喊回去不行吗？但是有些情况不是经常发生，这些情况不是经常发生，而且我都喊不出来。 Good job， 今天医生满面春风地走过来这样走过来，看来很兴奋，但是不是特别激动，看上来他是帮我强颜欢笑。我的父母来了，前几天他们都来，但是今天两人的装束有点太正式，难道今天是什么节日，又不是开 party 啊？这个主治医生有个习惯，他总是悠哉悠哉，每页看完病历，然后将逐页看翻看病历之后呢，将那沓纸摆一边，似乎想将自己做的无意识动作找一些意义。这医生很喜欢这样，然后呢他就随意地摆将那堆东西坐在我隔离的张床上面，眼睛望住我，片刻，你好啊，狗夫，
你感觉点啊？我唔想回答，但系我同佢，我对佢笑一笑。我认为你可以翻屋企啦，你嘅心脏比以前稍微强壮咗。如果注意一下咧，应该冇问题。多谢啊！我哋将你食嗰啲药都决定好啦，我哋将处方俾你阿爸阿妈阿爸。医生将一张单俾咗我老豆，然后咧就迅速咁样望住我个老豆望住，然后面色就变得好难睇，即系点啊？有啲好变态样，咁拖，死啦！阴公啦，食好多药。我将个处方摆到个手，接到个手睇一睇，哇，呆咗一呆，哇，正常情况我应该有咩反应啊？一辣咁样系咪啊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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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觉得好荒谬嘅处方，似乎唔可以用正上面嘅字多到大海洋十系咯，超多。哇哇，我冇一个识嘅，抑郁症，我有抑郁添啊！哇哇哇，十二小时，还是添我有。呕系唔得失眠，哇哇好多嘢啊！我咪痉挛啊，我有痉挛添啊，黐线！副作用用药禁忌同埋每服剂量等一行冰冷地罗列在上面，我想硬住头皮读完，但根本睇唔落去。上面写嘅嘢我一个都唔认识，读落去只系令到我感觉更加难受。所以其实我需唔需要扮一个好假的肥仔去讲一啲嘢？这就是我的人生，以后的每一天。Oh God！ 很抱歉，呢个系我哋而家提供最好嘅医疗嚟噶啦，你接受啦，咁啊冇计啊。不过新药都会不断咁出现，所以过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，呢个处方会慢慢缩短，我都唔会感到意外。几十年我可能心脏病发死鬼咗咯，几十年、几十几年同几十年，咩鼓励嚟噶？系咯，我宁愿佢系咯，做乜鬼嘢？你医生讲埋啲咁嘅嘢，完全令到我好似更加 down 咁样。系啊，我同你阿爸阿妈讲过，我认为你最好唔好翻到你以前嘅学校。吓点解？好，夫冷静下先，听下医生点讲。冷静。边个叫你冷静啊？我要一刀斩死你哋两个，唔知乜鬼嘢！你讲嘢嘅方式，你知唔知我讲紧边？你知我讲边个？点解你有头发，我又冇头发？点解你两我生得咁靓仔，系甩头发？你哋两个咁样衰，又冇甩头发？佢哋讲嘢嘅方式，表明佢完全明白我肯定不爽这个安排。难道我非要被留在家中自学吗？无论我的想法如何，都完全被磨蚀了。我们都明白你的教育是最重要的，但是我觉得你还需要别人的看护。至少直到我哋确认呢啲药对你有效先再讲啦。我做乜冇啦？其实头先做乜住咗车度讲普通话？所以咧，我同你个父母咧倾咗倾。关于转学的问题，倾过，点解倾咗倾咁奇怪？讲得唔好意思，我个鼻好怪。sorry， 咁咧嗰个咧系一个叫山狗学，我叫乜嘢？我叫狗丸啊！我个主角系咩啊？专门咧就照顾残疾学生嘅残疾咩话？唔通我咁你心脏病算唔算残疾啊？都算嘅，要啲照顾咯，残疾嘅学生。嗰度有24小时嘅医护人员，即使嚟一间好风评好好嘅综合病院，得几分钟嘅车程，而且嚟哦，大部分学生都住喺哦咁正啊，有间综合病院，咁同离开医院有咩分别啊？完全，你可以将佢当喺寄宿学校，学校嘅理念系令到。俾学生一个一定程度嘅自主性，但同时间又要确保出问题有人照顾佢。自主性，嗰个身心障碍者去嘅学校，唔好氹我啊！如果真系咁多自由，我都唔需要24小时嘅医护人员啦。你都冇必要将嗰度附近有个医院当系噱头，咁咪系咯，系喎，佢又有 point 喎，医生你有问题喎，萨提斯，你有问题哦。当然啦，你唔想去，我哋都唔会勉强你。但系
我同你个阿爸、你个阿妈唔可以喺屋企俾教你教你教你嘢，嗱读书，教你读书。几个礼拜前我哋喺嗰度睇下兜咗转，我觉得你会几中意嘅。睇你有冇选择，系阿爸阿妈好中意咁样嘅。啊，我带你去，我帮你唔知做啲乜嘢咁样，我觉得你会几中意嘅。咁我系咩？咁、哦、我真系冇选择啦。咁啊，多谢。即系阿仔，你想唔想去海洋公园啊？唔系，我想留喺屋企，一齐去海洋公园啦。嗰啲咧，你知我讲乜嘢噶啦？睇你有冇选择。你呢啲症状嘅人，相比其他心脏病，通常会通常会长啲嘅，早耐啲命。咁有一日咧，你会需要去揾工作，想完成你教育咧，呢个系一个好好机会。哇！安慰晒我啦，通常会大命啲嘅，咁通常呢一句有嘢啊，呢、这个唔系一个机会，我唔会将呢个情况做机会，唔好再同我提起呢一个该死的机会。God damn it！ 开翻到学校你应该开心，我记得你一直都想翻学校，虽然唔系同一间特殊学校，简直系唔好用，我唔可以直话直说，我开到车咁。哇！這個我可以明白呢個主角佢心情好低落，但系會唔會太偏激咧？侮辱喎、啊！我絕對唔算係話你點會侮辱啊？嗰度冇你想象中咁差，嗰啲學生都好活躍噶，有佢哋自己一套。學校就係針對嗰啲仲可以堅持學習，但係需要一啲特殊支持嘅學生而設嘅。你阿爸讲得冇错，嗰度好多学校嘅毕业生而家都有自己惊人嘅承受，一个人唔应该受残障阻挡佢一生。哇！呢、這个沙提斯讲得对，我有喺其他医院有个同事就系嗰度个毕业生，我先唔信啊！一个人唔应该俾残障阻挡，咁残障系乜嘢啊？呢、這个好有哲学嘅味道，呢、這个问题大家一起讨论下。我哋非常恶我哋，我非常痛恨呢啲人给我人生作出决定嘅感觉，我都系。但系我又做啲乜嘢啊？一个正常嘅生活对我嚟讲已经变咗天方夜。你有心脏病啫嘛？你都冇其他其他嘢。喂，你冇嘢嘅喎，主角啊，坚强啲，太讽刺啦！我一直都以为自己的人生太过无趣，但系而家反而有啲怀念嗰阵时。我想反抗，将自己冷漠嘅反应归罪于。震惊或者疲劳，我可以随口嗌，我完全可以分到学校，但系我冇嗌，我一句嘢都冇讲，因为我知道一切都系徒劳咯。我环顾呢间病房，满心厌倦呢个屋企、呢个医院，厌倦呢个医生，厌倦我嘅病情，厌倦一切的一切。我睇唔出有咩嘢令到我觉得唔同。但我冇选择嘅余地，我自己好清楚。但系想要去一所身心障碍嘅学校，我甚至唔知道嗰啲系咩人。我试图喺积极方面思考，但系心里无底啊。但我决定尝试一个全新嘅开始，唔见得一件坏事。嗱，咁谂啊啱啦，主角。咁谂啊啱啦，呢个唯一令到我安心嘅想法，起码我有啲用，即使系嗰种特殊学校。但都是一个去处，起码一个新开始。我人生仲未完结，我的生命仲未完结。如果我而家放弃，绝对是一个错误。冇错，冇错，冇错。积极面对人生，最起码我要试下呢个新生活是咩样啊？新生活嚟啦，是咩样呢？一个框框，有个公仔，我的心嚟嘅。唔知乜嘢少女，章节一，展望余生 ，Katawa Shoujo， 啊，系咯，叫偏轮少女呢只 game， 中文译名偏轮即系点啊？呢个校门睇嚟太浮夸啦啩，几型喎！我都想学校嗰啲校门系咁啊。通常咧校门都有咁嘅感觉，但系呢个直情系青出于蓝，红砖黑铁。配合着灰色石膏雕刻，令人感到难以接近啊！
我心里怀疑这个是不是一个校门应有的样子，但无法得出结论，或者不是啩。我不想这个大门问题搞太久，所以我很快地走入去，压抑的情绪 一扫而空。向前走感觉真好。于是我继续迈着轻快的步伐，独自走向山狗学院的主楼。此时我的父母正在把行李搬进宿舍，主楼应该有人等我报到。这里的树木是不是适中的中字，生机中现。放眼望过去只是一片苍翠。我要恶补一下这种文。这里感觉不像学校的操场，反而像公园。干净的林荫道穿梭在树木间，空气带着有些干湿。哇，这些中文字好犀利喎！这些我要看了一些小说了，我找这些 game 啱啊。Good choice。干净，我赞紧自己。干净卫生之类的词语在脑海中浮现，是一种干净卫生，有些卫生署的 feel， 即是医院。唉，阴公，又回到医院了。又回去这种环境，我将他们抛诸脑后，抛开偏见吧。这是你的生活，你随遇而安吧。我是这样跟自己说。好了，几栋巨大的建筑物匿埋在茂盛的树冠后面，对着一个学校来说，它似乎太大太多了。这里一切看来远离尘嚣，在我记忆中学校的印象是截止的截，但是我硬是觉得不是那个音的，有点不同的。总之这里好像恐怖谷一样，即使知道这个是我新学校，我脑袋深处但都没办法接受这个现实。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是真还是假，定是因为我，定是我对新心脏学校的偏见所致。你有偏见啊你。讲到这里我还没见到人影，感觉就是有点诡异。我希望周围有个人可以让我捉住某种的真实感，将自己另外的空间拉回到去我现实当中。松弛红树木在风筝中细语交谈，周围翠绿的色调无不吸引着我的注意力。我又想起医院，他们说绿色是令人冷静的颜色。是吗？很冷静的吗？这个算不算绿色？冷静了。于是连手术室都被粉刷成绿色了。但是就算周围都是这么绿色，那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么焦虑呢？站在那个不知道的主楼前面，我才很惊讶发现为什么刚才的大门令到我这么不安。这个最后一次回头机会了，你还可以慢慢回头的，有很多次机会的。虽然我都没什么生活可以回归，但如果我走入去那就再不可以回头，你都没生活回归，那你回归那你就做什么回头。这个想法在个脑袋里面令到我周身都不自在，但是我还是推开了大门走入去。我大门好像很重那么犀利。我的学校一个身形高大但是男人注意到我，大门入面有两个人，所以注意到我都是当理所当然的，我只得我和他。我终于有人了，终于有人了，不是对着一堆字讲嘢了。你肯定是中身形高大的男人，冇名噶，中井啊，叫中井，我唔系九夫咩？我姓我日本啲嘢会怪两个字噶嘛姓，即系我个 friend 叫欧阳，姓欧阳。咁就系你啦，冇错，非常好。我哋你班主任兼科学老师，我叫武藤。Hello， 武藤老师你好，欢迎。啊，有名啦，叫武藤。哦，因为我未识，哦，几得意，我未识佢，所以我唔知叫咩名，所以叫身形高大。哦，几得意，几得意。我哋不温不火咁握手，然后咧提佢睇下睇个表，有时间，冇够时间啦。护士长要你做一个简短人生问答比赛，问信，但系我哋而家冇时间。哦，咁我系咪应该等阵去啊？哦，我应该沉啲啊，冇错。下午去应该冇问题，我哋走咯。
到班上給你介將你介紹俾同學聽之後咧，佢哋而家等，佢哋而家等緊，你唔知啊？你知唔知啊？你知唔知啊？等緊我，等緊我，我唔想成為眾人嘅焦點啊！但系我而家諗呢個情況冇辦法避免噶啦，唔知點解我唔可以估到我接下來發生咩事，令到我感到好緊張。我諗下諗下，差啲冇聽到老師講嘅嘢。你唔要做一個自我介紹啊？点解同当然了？我冇乜所谓嘅，我都当然啦。好啦，唔通唔系惯例嚟噶？哦，冇错，但系唔系每个人都想成为出。佢知道我谂紧乜嘢嘅，原来或者我就系咁嘅人啦。但系我估我谂应该留翻大家对我嘅最初印象。系啊，但系冇所谓啦。咁我哋行啦。我跟住老师走上楼梯，令到我系咁谂到自己身体状况，猛烈嘅心跳。三楼走廊第三个门口标记住333，唔系三班嘅教室。武藤打开咗门，走咗入去。大家早上好，唔系大家早上好。对唔住，今日又嚟迟咗咯。老师成日迟到噶。我跨入教室入边游戏咗一阵，我系立咗喺嗰度。你望下前面个公仔，我得淡定淡定淡定哥，呢个系我个人嘅一大步，我知道。但系其实我冇理由担心咁多，至少眼前冇需要。已经半个钟啦，我打算玩一阵。因为而家中意有啲人咧，起码我有兴趣继续玩落去。我跟住老师，不如咁啦，好啦，今集就完住咁多先啦。如果大家中意，我 save 鬼咗有冇？有得 save 嘅系啊，我记得。储存，创建一个新嘅储存进度。进度嘅成功记录系一号。咁啊，继续。咁啊。游戏时间嗱半个钟啱啱好啦，嘿 ，stop 计时。咁啊，如果大家中意嘅，咁继续咯。或者可能我会，因为我礼拜二咧，而家今日诶撞到有，今日星期日啊，咁啊礼拜二咧我就会去旅行。咁啊，我可能今晚拍多集，如果有大家中意嘅，咁我就。就公开嗰集咯。如果大家麻麻地啊，唔系好中意啊，少少啦，咁冇啦，咁就唔啦，系冇。咁啊，我哋睇下后边有啲咩人先啦。呢度有啲好多女仔喎，1、2、3、4，呢个遮住咗一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女仔，呢度得三个男仔。我呢度仲有啲人嘅。男女者居多，唔怪之美少女游戏啦。但系点解我都未见，即系未试过同一个女仔讲嘢嘅？阿妈都冇出现喎。啊，唔系，一开始一个岩鱼子，嘛岩鱼子系咯，岩鱼子嗰个第一个啊，唔记咗佢添。当前场景系低调登场，咁好啦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希望你哋中意。这边带饮茶